official fan club once for generation。大家好，我是 Eric。然后这个是真粉，对，追很久了，比我还早追的，差不多啦。开箱说你刚买的那个会员四期哦，哇，我没有买，我没有买，加粉。然后好来台中啊，顺便找他开箱一下。看，所以这是韩国直送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多少钱？我忘了一千多。那好像不止吧？不止一千，要两千。我不知道。那我们来问一下那个会员有哪些福利？就应该就是可以变成真的会员，真粉，真粉，这个花钱抖内的概念吗？就是认证，官方认证的会员，就是跟那个 B 片一样，就可以提前抢票那种之类的吧。其实我也不知道。还有一个便宜的泡面，还有一盒哇，它上面有写他的名字哎。你的这个后面，是我的名字。对啊，照破，我爸要不要帮你买？那个 Twice， 对，有我的名字。但下面应该是我的会员号码。哇，这个就不能好，反正后面有贴一个会员这个号码。耶、yeah ，好，继续要开。是啊。他呢，其实就是那时候跟我一起去看新加坡场的。然后票也是要抢的，他每次都抢不到票。对啊，我们也要去看日本。对我们两个本来要去看日本，然后结果票也买好了，结果是那个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然后就刚好碰到他取消，就在横滨之后，对不对？就是 Mina 出现的那一场之后，我们就直接取消了。真的，不然那个感觉比较对，就是不会无悬念，超好看。就是那种硬盒开了，好开。是我的卡，大家给镜头看一下，然后对，后面有我的，把它遮住。我也看啊，其实是会有那个签名，不知道他签名，这是什么某某吗？看不出来，这感觉是某某，应该是吧。好，你继续开，我们看，因为我真的猜不出来。那蛮贵的，我好想要，真的会想要哎，现在还可以买吗？不行啊，这也是要抢哦。不用抢啊，就是期间内才有资格可以加入会员。哇塞，他送很丰富，就很多啊。但是送的比我想象中，难怪你会买。这是什么？卡片吧？你要打开看一下吗？天哪，它很丰富哎、欸！哦，这如果2000块我买得下去哦，还是我忘记多少？就1000多，我觉得是合理的，很多哎、欸！我想说今天开箱会很快就结束了，没想到还蛮多可以开的。是9张卡片，9张看。哦，那脸，给他看一下那脸，然后后面也是粉色的，然后这个是谁啊？哦，是定眼有点不太一样，我还是看得出来是他。天哪，这是谁？这是某某才某某啦，这是某某。对啊，这有点像是墨迹。某某对不对？这是桑拿。张卡片，我又被骂了。然后这个智孝，这是 Mina。我看后面有写啊，后面有写名字。哦，我要看啊！我等下人家就说我不假粉。你可能先看后面啊。这是谁啊？这是那个、啊、多贤吗？是我最爱的多贤，我长这样长不一样哎、欸！我最爱多贤，他老是长这样。这个应该是走 Y2K 吧？哦，就是对，个性有点改变的，就是好、啊、这个就是彩音啦、啊。子鱼也长得有点不一样，对，子鱼最后不太一样。卡片，哇哦！下一个，好，下一个，我先把它收起来。你要卖我？不要。最近真的买不到了。买不到啊。啊，因为他都会自己打，他要打上名字啊。他下面已经写我的名字，他不会改成。所以你是为了那个名字才买的？没有啊，可是会员应该都会写名字吧？哦。
那他的期限是一年？是到下一期吧。可是他好像没有规律四期，就他下一期要卖会员，就是第五期的会员，然后就要再重新购买。那这是什么呢？这个是卡套吧，就是一个小袋子，小的零钱包兼卡套，放卡吧。嗯，那这个跟这个是配一起哦，应该是哦。可以放识别证啊，你上班要那个的时候，但有点重，如果你要放卡的话，这样子搭配。啊，我喜欢他这个哎、欸，我觉得他这个比他周边卖的要好很多哎、欸。周边就有点骗钱的感觉哦、喔。就是买会员会比买周边还开心，你看是不是可以更开心？这样子、啊。你看得懂他这个韩文写什么？可能但问，但看得懂是 once， 还蛮有质感的，可以白配，你看，不错，可以把我的卡片放上去。下一个，胸章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九人的胸章 ，T W 九九 ，once 九九，啊，这样可爱，贴纸。不同照片的贴纸、哦，他其实有帮你裁切好了，所以说你可以拿来贴。这感觉也贴不出来吧？会那个舍不得贴，收藏。对，这最可爱了。你这是真的可以玩的吗？不行。那这是干嘛的？就是放上照片吧。我以为这是电子机耶。我也以为它可以玩。对啊，我本来以为它是电子机。好可爱哦！是它这个，你可以放自己想放的照片。这里啊，这里有照片，你可以放。那你怎么放进去？从旁边这样放进去、啊。让你抽一个，抽一个。自笑，看一下。那你要怎么放进去？可以这样。哦，但它这个会员的话，造型就是一样的，没有换造型。那这个小卡跟大卡跟贴纸，他们的造型都是一样的，只是不同角度。对，就不同角度，不同的 pose。那要从上面这个，就是你要先把那个链子拿掉，然后从这边插进去。这是很美，哦，好美哦，真的哎。那周边都不卖这个，不能要求太多。那可以再放下一个。我觉得他现在已经算很好了，我帮你换定眼好了，定眼最近比较红。哦，他是直接就是切好的 size， 这那你可以九张放进去吗？应该可以吧。对，快满了，最多就这样了，还有再有卡卡的。等一下全部拿不出吗？四个，我刚放了四张，剩下四个。最后一个了。哎、欸，还有，最后一个下面还有惊喜耶、欸！啊，你的东西飞掉了，先看一下这个，这是什么杂志？应该是写真集吧，就第四期会员的造型，然后全部偷走。你九个都有追那个 Instagram 吗？没有，都有追，你居然谁？哎、欸，我好像都没，我只有追团体耶，因为怕太多，很多显眼很可爱。好的，定眼很可爱，你先放。看不懂哦，我看看是，还是韩文的，但看不懂。可以用手机来翻译吧？是大写真哎，就看很多照片，但好像没什么换哎，没什么变换，没有变化。应该要写一些心情，一样没换，就放大版。这是小海报，为什么不要送一个大的呢？小海报贴起来有点弱哎、欸，大的可能会折到吧。这还有一些问题啦，但你要自己翻译，就是除非你要学韩文之类的，然后跟他的文我看不懂，所以我也不要乱讲好了。嗯，反正可以学韩文。你看 yes and no 什么东西呢？来一个一个看，自相。哦，彩音，不知道彩音那颗字是好字还是不好的字哦。
可爱的字，长在嘴边都很爱吃吧。嗯，像类似都是这样。长长的玛丽亚凯莉的角度都没有换衣服哎、欸，我拍了很多，我的最爱。这么多，你最喜欢谁？子瑜吧，子瑜哦，子瑜就比较准备结婚了。所以你是因为子瑜才喜欢 TWICE 的？都有吧。啊，这个我就很想去看，很想去查它是什么意思。我看，我看，我看。你看，就是那种问题哦，就很像那种毕业进去证上面的问题。哦，子瑜真的美。可是我这次回来本来想说要去他妈的咖啡店吃的，就好像退休了是不是，就是 Y2K 吗？对吧？就复位 Y2K。他写什么？也是看不懂。字名应该，这是他的字吗？应该不是吧？是吧？是哦，应该是吧，蛮可爱的、哦。美丽的合照，这真的很像毕业纪念册的东西。对，不过也好吧。哦，这也很棒。哦，胸部这么动哦。什么？这么动买会员没就？我明明就问你。这就是说什么 TWICE 的大那个立可拍吗？拍立得。嗯嗯。赞嘞。不错，太棒了，就是一样的造型。我是觉得说至少要换一个造型，来那里，哇，这个就是算照片的厚度吗？并普通，哇，这都是照顺序，然后摸三吗？智孝，妮娜真的冷艳，多险，最喜欢多险才艺。欸、我很多外国人很喜欢彩英、欸、就是我外国朋友都喜欢彩英。没了，子瑜。哇，以上就这些。很多，对，很丰富，很丰富，这个真的很丰富。我等一下拍一个那个很切面给大家看，放上去。来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多少钱？对。哇，这真的超美、欸。这都发财、欸，你看盒子，然后贴纸、写真、海报、小卡、电子机卡，那个电子机相花，那个还不小的，要怎么说啊？提包吗？卡套，还一个胸针，跟一个会员卡。赞欸，这么痛，要不要卖我？太幸福了，你太幸福。这我需要抢吗？这不用抢啊。所以说就是那一批，你知道，等级就是他就是会给你。时间你都有买的话，就一定都会有，就不用抢。好、啊。没有，我真的没有欸。我现在、哦、我是真的万斯，你是假的万斯。那我五旬，我有去看五旬，你没有，你看。我是认证的万斯，是。我也是啊，我也认证啊，这我也买。你没有被认证，你没有卡号，我有卡号。这是一个花钱啊，花钱的概念。还有我的名字，上面还有我的名字。希望他加场啦，反正韩国应该会再加一场吧。欸，他们把我的生日打上去，欸，好特别哦。除了我的卡号，没有打错吗？没有啊。欸，再给大家近看一下签名好了。等一下，我拿另外一张卡片，让你挡住。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得他的签名哦。我看一下这个，还是看不出来。我只猜这个是某某，这是智孝吗？会员是35000，35000韩元，要除以多少啊？我也不知道，算一下。可是他应该还有一些什么运费之类的。好了，就是说他真的是内容很丰富，900、839。这么便宜，可是这是纯这个啊，它应该还有一些运费，运费应该2万左右。
是啊，他我每次看从我从如果要从韩国订的话，他运费都比我买的东西还贵。对啊，就是他好像是贵在运费。对，我也觉得好像贵在运费，但没办法。所以不是韩国人怎样都是贵。好的，我觉得就是说呢，它这个是值得买的，总结是值得买，因为很丰富。如果有找代办的话，大概2000左右。哦，那就是要多加一点钱。但你也可以自己去操作，就他们官网自己去买。哦。然后就输入你自己的个人资料，你就会获得这张会员卡，还有这些所有的东西。哦，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同样的造型而已，就是没有变化。就是第四期。可以，下次你再加第五期啊。那我们开箱就差不多到这边。Yeah. 你要一起开箱一下这个饭店吗？好，大家跟我一起买第五期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会这么丰富。要是我知道这么丰富，我也会买。对啊，真的可以买，超值得的。买。1999年7月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是谁？我没有会懂韩文的，所以。你看有没有一个圈啊？